水，还有这个抗旱集水的这个开采，以及再生水和海水淡化的这些努力，我们通过这些努力呢，使得台湾的供水呢能够充裕，那我们也度过了这一个百年大旱。旱是紧急的工程，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，不能解决长久的问题。所以，重点是整体的治理才是一个重生之路。这个工程计划，当时苏院长在2006年的时候提出了第一步的石门水库的整治的特别条例，而因为有这个特别条例，也完成了所有相关的这个计划。谢谢局长为我们所进行的简报，感谢谢谢各级长官的支持协调。我们桃园的产业还能持续的投资，产业的用水也很重要。当然，农田的灌溉用水也不用多说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在水利上，对台湾来说，要怎么样做得越来越有韧性，是我们水利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如果没有这一些前瞻基础建设的话，我们今年所面临到的这个旱灾的情形是比百年大旱还要来得更长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作为总统只有感谢再感谢，那特别感谢苏贞昌前院长，谢谢他当年的远见以及带领行政团队的执行力，让这一项建设可以快速的前进。那我要谢谢陈建仁院长和历任的院长的大力的支持，我们中央和地方以及避险施工的厂商辛苦的投入，携手合作，一起达成这项重大的里程碑。3、2、1，请动。